我的第一个人头就要到手了，什么？哈哈，在我面前跑吗，兄弟？ 回来把刺激，战场留了一手，说是，但是兄弟，我的三百压枪能放你走吗？显然是不能的。哼哼，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操，我操，哎呦！ 鸡的右边，嘿，右边是不是还有辆车，兄弟们？我聋了吗？我刚才打那个人，就没怎么注意听。右边是不是还有个？你不是有车吗，兄弟？你的车呢？哎，为什么这个人在开车，但还有一个人在打他呢？兄弟们，这有，兄弟，你这个烟疯的也是很不尊重。 直接不给一次机会，这又跑了一个，三，减一，减一，是一点逼数都没有，直接打了甲，兄弟们，因为我们是有三级甲的，再拿个头，兄弟，这个我直接扔，哈哈哈哈哈哈。